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昨天我们一起共修了一天，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吗？非常好。今天也出太阳了啊。这个昨天阴雨了一天，啊，看来呢阴气啊已经逐渐逐渐的退却了，那么大家能够这样发起真诚的心啊，来念佛，来护持息灾啊，一定能得到诸佛菩萨的护念，龙天护法的护佑。那么，护持息灾，实际上是弥陀本愿。只要我们自己也发出这样的愿心来，啊，感应道交啊，就一定会有很殊胜的效果。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这个阿弥陀佛48愿。啊，昨天跟大家呢是讲了前面2愿，果无恶道愿和不堕恶趣愿。那么这是弥陀48大愿的一个总纲领。到了西方就绝不会退转，绝不会堕落恶道。这是因为到西方的人，他没有堕落的缘，不像在娑婆世界，退缘特别多，你发心勇猛精进，可是呢，往往很多退缘在障碍，没过多久呢，就会退步，这是我们娑婆世界常常遇到的这种情形。但是，虽然有退缘虽然我们会有退步的时候，可是我们不能气馁更不能失望还是应该鼓起我们的勇气去面对提起精进，来克服我们的烦恼习气，因为这个烦恼习气是无始劫来养成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哪里是说那么容易能够断得了的呢？必须是我们自己生大惭愧，生大忏悔，努力的改过修行，希望这一生能够顺顺利利往生净土，一往生净土就永不退转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第三、第四、第五愿我们来一起读诵这个愿文，请大家呢打开这个《无量寿经》经本，我们一起来读，读得大声一点把我们的阳刚之气升华起来我们预备起。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好，谢谢。大家念得非常好很有那个气势我的这个气势也被大家调动起来了，就是感应道交这个愿文给我们讲了三条，就是三四五愿，三身系金色愿。
四三十二相愿，五身无差别愿。这是讲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呢、他们的身相。那么愿文讲啊，说当我做佛的时候，这是法藏菩萨在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发愿啊，这个我就是指法藏菩萨。那么他说我做佛的时候呢，就是成阿弥陀佛的时候，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啊，都能够生到我的国土。他们的身体啊，都是紫磨真金的颜色，就是真金色身。那么紫磨真金呢、是最好的黄金的啊，这个黄金的这种种类是最好的啊，这个中国人称为赤金啊，或者是啊足金啊，非常这个没有一丝毫杂质的金啊。那么这个好的金呢、往往还带一点红色，这表示金的成分非常足。那么诸佛在我们人间显现色身呢、都显现这种啊真金色身。那为什么要显这种色身呢？善导大师啊，就给我们做过解释。善导大师是净土宗啊第二祖。他说因为啊金的颜色啊非常光亮啊洁净，所以呢人看了都非常喜悦啊。你看我们到了金殿里头，哇，这个琳琅满目啊，这个啊这种金黄色的这种场景啊，让我们看到了赏心悦目。而且黄金呢是不会生锈它不会坏的。那这个黄金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非常珍贵那么诸佛呢现出这种色身呢，也是有表法的意思。除了珍贵以外啊，它还表啊不坏不变的意思。这个黄金的颜色是永远不会退的。那么这是永恒不变。那么诸佛法身是啊不生不灭，永恒常住。所以诸佛现出啊黄金色身呐、虽然这是应化身，但是也让我们能够联想到法身永住的意思。那么这是身系金色愿，下面是讲三十二相愿，就是讲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应化三十二种大丈夫相啊。那么这个三十二相呢，实际上啊是我们这个世界所认为的啊最富贵的相啊，大富大贵的人他们的身相。在古印度他们修学禅法啊，他们静坐，他们入定，能看到大梵天王啊，他们发现呢，这天界的这些天主们啊，每个人都是三十二相啊，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个有三十二相的人啊，这个都是贵相。那么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应化啊，也是应化三十二相啊，所以真是人见人爱啊，看见这个相啊，马上就升起敬重敬仰的心啊，这是佛他的色身呢，本身就是摄受众生啊，那么让众生啊立刻升起恭敬心呢，他就
很愿意跟佛来学习。啊，所以呀、啊，我们这个色身呢、也是一个度化众生的工具。啊，我们想弘扬佛法啊，就必须要给众生做个好榜样。啊，我们的色身很健康，气色很好。啊，这个人家一看到，哎呀，学佛真好，你看又健康啊，精力又充沛啊，笑容满面，欢欢喜喜，哎，就看到你的样子，他就想来学佛。这就是度化众生的一个方便呢。啊，你看我们师父上人今年86高龄了啊，这个色身呢也非常健康，每天呢在摄影棚讲经4个小时，那工作量很大啊，他4个小时讲经啊，至少也要4个小时备课呀，啊，他读经呢，啊，8个小时的工作量，那还有一些应酬啊，虽然很少，但是有时候你必须啊，这个真的有那些啊非常这个重要的客人啊，那也要去见一见啊。那么下个月5月份呢，啊，还应邀去参加在泰国举办的多元宗教论坛，啊，这是这个他们已经早已约好的了，哎，这些也必须要参加，嗯，那么这些工作量很大，但是我们看到老人家呀，啊，一点没有啊疲劳的相，啊，大家每天听经都是现场及时看到他的相了。啊，总是那样的这个啊精力充沛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做好的示现，念佛人的好样子啊，所以我们念佛啊，这一定要啊，这个念到身心清净，你这个色身啊，你的相貌就跟着转了啊，学佛的人。这个第一个受用就是啊，他身体好了，他的相貌好了啊，这是一般来讲啊，真用功的人他的这个效果都会非常明显啊。那我们自己就检点检点自己了啊，学佛多少年了啊，这个看看自己的相片啊，5年前的相片跟现在的相片有什么不同啊？如果说没什么不同，那就说明啊，这5年恐怕也是啊，没修成什么样。嗯，啊，应该是越修越好啊，那个相貌是不同啊。我自己看我的相片呢，真的5年5年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自己这个用功啊，这是自然而然得到的结果啊，你不是刻意去修啊，刻意的你比如说去搞什么美容啊那些啊，那都不可靠，那是越搞越麻烦啊，这破坏自然啊。所以真正美容啊，让我们的心清净了，这就美容了。嗯，所以平常我们呢这个心呢，一定要啊少管人，少管事，少管财啊，这个多放下啊，心里啊什么都不装，你就心就清净了啊，装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很多的想法，那你的心就不清净，心不清净啊，这个你的精气神呢一定就会比较差啊，所谓这个你看中国古人也都懂得这个道理啊，啊，这个多欲啊伤精啊，多思伤神啊，多吃多睡啊都伤气，所以精气神你要保养啊，就是少欲知足啊，少思维啊，这个心越清净是越好啊。那么32相呢，这个有在佛经里啊有具体的说明
每一条这个每一个像啊，它有什么表法的意思啊？它有什么样的因果啊？因为这个32相是果报啊，因都是因为宿世以来修积的善因啊。好比说，32相之一的是广长舌相啊，什么意思呢？佛经上讲，当我们三世不妄语的时候，啊，没讲过那个骗人的话，啊，我们的舌头伸出来能够舔到自己的鼻尖，你们自己回去试啊，没得这事。假如舔不到鼻尖，这三世之中肯定打过妄语，啊，那么这个佛啊，释迦牟尼佛啊，他的舌头伸出来啊。它是又长又大，而且又薄，啊，伸出来呢，整个脸都能盖上，啊，这说明呢，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不打妄语，这是广长舌相，啊，那么所以他说的话，大家闻即信受，啊，听了之后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相信，啊，而且呢，很乐意接受教诲。啊，这是佛修出来的啊！我们同修有的也跟我讲说：“哎呀，我那老公啊，就是不听我的啊！我让他吃素，他也不听啊；让他少看电视，他也不听啊。”那跟我回来抱怨，我说：“你得反省反省自己呀，为什么人家不听你的啊？你得自己好好的修身啊，修德。”你的德行够了，你自然感化别人，啊，不用言语，人家自然就跟从，啊，这个《论语》上讲啊，己身正不令而从，啊，你自己身正了，你做了好样子出来，人家自然就跟从你，他服你啊，啊，己身不正啊，虽令不从。啊，你虽然下命令啊，你让命令人家做，人家也不服你，啊，这个是啊，要我们自己这个修德啊，修自己的这个戒定慧啊。那么32相啊，我们就这样略略的提一提啊，在师父上人讲净土大经解里面呢。也有曾经详细的讲过啊，就一条一条的讲过。那么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去听啊，在佛学大词典里面也能查到。那么虽然说佛现32相啊，给众生做示现，但是佛告诉我们，这个色身呐，不是真佛啊。我们要想见佛。要见佛的法身，啊，不能够啊，这个着在身相上，啊，如果着在身相上啊，这是一种情执，啊，哎呀，看到佛那么样的这个相好庄严啊，所以呢，一直想跟在佛身边，啊，阿难尊者当时就是这样啊，结果后来呢，啊，佛就呵斥他，这不是真正的啊，跟佛，跟佛是什么呢？你真的啊，学佛的经教，依教奉行，你能切入佛的境界，你才见到真的佛。啊，所以《金刚经》上讲啊，若以色见我，若啊这个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是释迦牟尼佛对弟子们的训示，啊，我们也想象啊，可能当时佛的弟子里头啊，也有一些啊特别着佛的身相的，啊，就很想跟着佛身边学，这不见一天都不行，啊，这佛的这个摄受力也很强但是呢，着了相了，就见不到真身了，所以佛就跟他们讲啊。如果你以色就是这个物质的身体，你以为我就是这个物质的身体，啊，或者以音声求我，
哎，你这个唤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啊，乃至啊唤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都不是啊真正见到佛。而且佛在这里呵斥的很厉害，世人行邪道，这个邪是什么呢？背离自性，因为自性里面本来无一物。啊，你怎么能够啊通过啊色声去求呢？啊，要把这些念头都放下，你才能见如来啊。啊，也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才能见到佛的法身。啊，但是对一般凡夫而言啊，就不能用这么高的要求了。啊，凡夫你说不执着，他不可能做到。啊，所以佛也有善巧方便，啊，这个色身啊、音声都来用于啊接引凡夫，啊，所以佛现身就给凡夫啊鼓励，啊，让我们念佛的名号，这是啊让我们的心系在佛的境界上，啊。但是呢，如果这个执着没放下，念阿弥陀佛也能往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因为你还没有啊，这个放下执着嘛，啊，你是用执着去念佛，啊，能不能往生？可以往生，啊，直到凡圣同居土，那还是凡夫的境界。啊，但是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的受用、你的能力、你的相好，这是跟阿惟越致菩萨是等同的。净土法门啊，最妙的、最殊胜的就在这里。啊，如果你修其他法门，你没放下执着，你就是个根本的凡夫，你不可能证入佛境界。啊，你三界你肯定都出不去，更何况出十法界到一真法界。啊，那唯有净土法呢非常特殊。你不用放下执着横出三界。到了西方你就是阿惟越致，你就入一真法界。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那我们凡夫啊就有救啊。我自己想想，我这个凡夫确实除了修净宗法门，其他法门真没得救啊！你说烦恼我能断吗？这真断不了啊！境界现前了，你还是起心动念，还是分别执着，哎，真的是断不了啊！那怎么办呢？老实念佛啊，生惭愧心，自己真的啥都不行啊，只有念一句佛号，死心塌地去往生，啊，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就很满足了。这藕益大师也是这样想了，啊，下下品就满足了。虽是下下品，他生一土等于同入四土，啊，你可以跟十宝庄严土的菩萨，啊，跟常寂光土的佛。同等受用，这个太殊胜了啊！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净宗法门呢，你可以用执着执持名号啊，这个用一个执着取代所有其他的执着，这就成功。可以用音声去求，所以你就求见阿弥陀佛，可以去啊，以色身去见。因为色身也是法身，音声也是法身。啊，古德讲声字皆实相。啊，这一声名号人也是实相，也是自性啊，也是法身啊。那个字呢，那阿弥陀佛四个字也是法身。所以有的人他跟我，他问我，他说我念佛的时候能想那个阿弥陀佛四个字吗？啊，就想着这四个字行不行？我说可以。啊，你如果觉得这样摄心，你就这样想，
那个字也是实相，啊，它也是代表阿弥陀佛，也是自性的性德，生字皆实相，啊，所以这个法门真的是无障碍的法门，啊，凡夫圣人都可以修。下面呢是第五个身无差别愿，端正净洁，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许正觉。啊，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每个人的身相都是那么端正，啊，那么庄严，那么清净，啊，就洁是干净。我们这个身体啊，五浊恶世里头的啊，这个污浊的垢污的身体啊，九窍长流不净，哎，这个身体就是这样啊。你看吃进去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啊，吃进去的排出来的都是一样啊，臭秽不堪啊。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个什么东西呢？啊，说白了就是一个粪便制造机器，对不对？你每天就制造粪便吗？啊，还不制造还不行了。你就得往里头塞东西，然后呢就排出粪便。你这个身体，你看有什么可乐的？啊，要的干什么呢？所以啊，有的人还怕死，我都有点不理解你。你这身体把它丢掉了，赶紧到西方啊！到西方你看看，真经色身啊，三十二相啊，阿惟越致是菩萨的身体，那多好！干嘛执着这个啊臭皮囊呢？啊，所以到了西方啊，你看这身体啊，大家都一样啊。为什么佛要发这个愿呢？啊，可能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不是啊去每一个诸佛国土那里去参观考察吗？啊，他看到啊，嗯，很多世界的身体啊，众生身体不一样啊，比如我们这个世界啊，有的人身体呢非常的庄严啊，这气宇非凡了啊，一看这是贵相啊，就让人身体啊这个仰慕。啊，那他自己呢？啊，也觉得很了不起了，就很容易啊，啊，自高自大、傲慢、烦恼就增长。啊，有的人呢，那个身体啊，哎呀，有病，又很虚弱，啊，样子也长得不好看，啊，他就升起自卑。啊，不管是傲慢还是自卑啊，这都是烦恼，啊，心都是不平嘛，啊，所以呢。这个法藏比丘当时看到这些情景啊，他就发愿啊，我做佛的时候啊，在我这个国土里面的一切众生啊，那色身都是相同的啊，这个色身跟佛是一样啊，这个相同没有说啊跟菩萨相同啊跟佛不同，没有啊，皆具紫摩真经色身啊，身无差别。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你就跟阿弥陀佛的色身是相同的，换句话说你就得了佛身啊，佛身才是三十二相啊，而三十二相呢也是对我们这个世界说我们好理解啊，那实际上在西方极乐世界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经上讲啊，身有八万四千相啊，每一项都有八万四千随行好。啊，所以我们都很难想象啊，那个庄严到什么样的地步。啊，那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就现前得到。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如果色身不是那么好啊，你也不要自卑了啊，这个过几年嘛，你就比他超过太多了，你就得这个啊佛的身相了
啊，身相好的你也不用傲慢，你跟极乐世界的那菩萨差远了，是吧？啊，所以，我们就是懂得这个道理呀，啊，真的要放下现在的这个色身，啊，不要害怕死亡，害怕死亡啊，那是愚痴。啊，死亡是一种什么呢？死亡是一种提升，啊，一种升华。啊，当然呢，也不要走极端啊，不害怕死亡，天天就想着死也不对啊，这些念头都不要有，老实念佛。至于什么时候走，这是由阿弥陀佛去安排，啊，不用自己操心。啊，现在身体还没走，我们就要认真的修一天。啊，这个有弘法利生的因缘，我们就好好的帮助众生一天。啊，那什么时候佛来了，也高高兴兴的，立刻放下这个色身就走了。啊，至于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咱们也不要去想，啊，反正坚信阿弥陀佛一定来。啊，你老是想着为什么他不来呀？这也是妄念。啊。我父亲呢，现在在这个广东一个道场在山上念佛，那么这么多年了，他对净土法门也略有了解吧，现在呢，他就很爱听我讲经，我就把他我的讲的《无量寿经》光盘了给他听，还听广东话的，他就说：“我最爱听就是茂森讲的经，他还叫我茂森，他不叫我定宏。这个有时候我就跟他打电话呀，他就说："哎呀，这极乐世界这么好，我很想早点去啊！"他因为他身体也有病，也挺辛苦，也是真的厌离娑婆，想早点走，说怎么阿弥陀佛还不来接我呀？我就安慰他，你也不要着急，这个阿弥陀佛一定会来的。哎，你着急，那你上火没有用这个我们现在呢，身体还留在世间，那我们就好好修要知道呢，在这里修一天等于在西方极乐世界修百年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我们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的境界，到西方嘛，要争取高品位。你不要老是担心阿弥陀佛不来，他一定来。你这个担心他不来，就是怀疑，这怀疑往往是障碍，所以把心打开，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好，那么这个愿文讲如果这个愿不实现了，佛不许成全。那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十劫了，虽然十劫时间并不算很长，在这个漫漫的时间长河上来讲，十劫是很短，但是。这个成佛的时节里头，那阿弥陀佛，这极乐世界已经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往生，每一个众生都是这样，皆具紫摩真净色身，皆具32相，身无差别，所以这个愿肯定都实现了。因为如果他不实现，阿弥陀佛说不取正觉，不成佛。那已经成佛了，说明这个愿圆满了。好，我们再看底下的愿文，我们在一起在合掌共同把这个愿文念一遍。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
不取正觉。好，谢谢大家，声音是越来越洪亮。好，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真的让我们看到非常振奋啊，啊，确实太好了啊，一定要去。那你看看这个愿也讲了三条，第六宿命通愿，第七天眼通愿，第八天耳通愿，这是我们每一个往生西方的人都具备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啊是圆满的，这个不像啊一般所谓的天人呐、或者是啊小乘的圣人呐、他们也具备这些能力，可是他们的能力啊有限制。你比如说吧，第一条宿命通愿，这个阿弥陀佛发愿说成佛的时候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啊生到我国啊，都自己知道无量劫以来的宿命啊，宿就是宿世，命就是过去的种种造作了啊，前生的多生多世一切这个行为啊，一切的善恶等等都知道啊，这个通啊是啊通达没有障碍，我们讲神通啊，极乐世界这个神通啊非常了不起啊，无量劫的宿命，一般的这个六道的众生啊，有的他也有宿命通啊，这种通啊往往是报得的，这不是修来的，他因为这个生到这一界啊他自然就有啊，比如说这个天人啊都有宿命通啊，可是呢他们呢大概能够啊看到啊几世啊几十世就了不起了。那么还有呢一些啊这个人间有妖魔鬼怪啊，像什么啊所谓的黄白虎柳啊，东北人可能呢听的比较多一点，有没有啊，黄是黄鼠狼，那个黄鼠狼精哈哈，有时候会附在人身上啊，在那里作怪啊，白是刺猬，狐是虎，这个狐狸，柳是蛇啊，这些呢往往都比较容易啊附在人身上啊，他们也有一定的小神通那么有时候他附在人身上说一些话呀，你听了好像也蛮正确，说的挺准的，你就相信他了，这一信就麻烦了。他呢一开始跟你说了几条小事挺准啊，骗取你的信任，然后他后来说的大事都不准了那你上当受骗了他走了，你找他也找不到所以呢对于这些怪力乱神的事儿孔老夫子的态度就很好敬而远之不要去跟这些人打交道所以夫子敬鬼神而远之对他们我们要礼敬也不要得罪他们他们也是众生，我们要平等的礼敬这个礼敬的心态就好像对阿弥陀佛一样礼敬看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就对了妖魔鬼怪也是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变现但是呢我们对他们非常理智因为他们视线的是这么一个这种众生我们呢在理上我们对他就是只是敬，但是要远离他，这个远离也不是故意去跟他隔绝开，而是呢不要跟他学不要听信于他这叫远之就是友好相处
那么互不得罪啊，那么有缘嘛，大家一起听法，一起学佛啊，一起念佛求往生啊，我们对他不亢不卑，哈哈，就这么个心态就好那么，凡是对于一些喜欢呢卖弄神通的真的有这种人，我们呢，要懂得这个不是正法啊，正法就是用教育啊，讲经说法，把道理跟你讲清楚哦，你自己去断烦恼啊，你自己去改造命运。像袁了凡先生，他自己改造命运，他怎么改啊？断恶修善，这样来改造啊，而不是去搞那些什么神通或者是什么这个改变风水那些都属于心外求法啊。这个真正要改造命运呢，你从因果上改，你修善因必得善果啊，你断恶因呢，那个恶的缘也没有了啊，那个恶果也就不会发生啊。所以佛当年在世啊，他绝不轻易显现神通啊，显现神通那都是非常特殊的因缘啊，那是增长众生对正法的信心而已啊，那也不是常常用的啊，尤其是在末法时代，这个时代特征就是法弱魔强啊，魔也会用神通啊，如果你呀喜欢神通，魔得其便，他会抓住你这个心理啊，你会好奇啊，你会去搞这些神通感应，魔他也来满足你这种需求啊，结果最后就把你控制住啊。所以往往喜爱神通的，搞什么那些感应的，最后很多都得精神病啊，那被魔给控制住。所以对这些我们一概远离啊，不闻不问不理会啊，我们就专心的学习经教，学习正法，你真修实干了，必得诸佛护念啊。你看这个阿弥陀经讲的那么清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啊，这个诸佛名就是讲阿弥陀佛名啊，阿是无啊，弥陀是量，阿弥陀就是指无量的佛，是吧，就是诸佛名。那这种善男子善女人呢，即得十方诸佛之所护念，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他修学不会退转啊，因为他得到十方诸佛护念啊。那你有诸佛护念你还怕什么呢啊，你还搞什么神通啊，还求这个告这个告那个，那个不需要啊，老实念佛。那么阿罗汉断了见思烦恼啊，他的神通自然现前啊，这是他修出来的。那么这里讲到的总共有六通啊，后面经文连在一起讲到的。所谓六通啊，是阿罗汉所证得的啊，这里有宿命通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和漏尽通啊。那么漏就是指烦恼，漏尽了就是烦恼断除了啊。这个烦恼主要是指的见思烦恼啊。当我们见思烦恼断了之后，这神通能力是自然现前，因为这是我们本来具有的本能啊，它不是什么这个外来的啊，没什么值得好奇，他本能，你心清净了，他的能力慢慢就显发出来了
就有一位同修，他跟我讲，他说他有一次啊，在这个办公室，他自己读经，他是做老板的，在那读的是楞严经吧，读啊读啊读，忽然呢，他听到楼下那些他的员工啊，在那里探讨财务问题，他听得很清楚，就好像耳边在讲。他也没有理会，继续把经读完，然后就下去问，说你们刚才是不是讨论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哎呀，把员工们吓一跳！你不是在上面吗？怎么隔了楼板还能听到？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听到了。哎，这什么呢？你读经的时候心清净了，他这个能力自然就恢复。那平常为什么没有呢？平常心不清净，你想的事儿多啊，念头多。这个时候，他的能力啊就被障碍住，所以这是本能，没有什么奇怪的，所以即使有了这个通，你也不要大惊小怪，那是本能。最好的心态，有和没有都是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觉得好像很新鲜、很好奇，然后呢，这个不断的去追求。这就会落到了这个邪道上了，哎，会魔得其变。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些神通，这里讲到的宿命通、天眼通，你看天眼能洞视十方去来。现在之时，天耳是彻听十方去来现在之时，这个洞是明明白白看得非常清楚，彻是这个彻底的非常圆满的听到，一丝毫都不会落，不会欠缺。那个范围有多广呢？空间上讲十方。这是讲宇宙所有的世界，每一个角落，你都能看到，你都能听到。还有去来，去是过去，来是未来，这是讲时间，当然还有现在。所以十方、现在、过去、未来，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你都能看到，都能听到。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也有点毛骨悚然的。你想想吧，那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那个人数是无量无边的，每一个人对我们的所有的行为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在那个暗室屋漏当中做的任何事情，你以为能逃过一般人的眼睛他们可看得很清楚。那我们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了。我们跟人讲的悄悄话，可能对方还未必听得很清楚。极乐世界听起来像雷响一样，所以真的不可以自欺欺人，做人要坦荡荡，千万不要以为做了什么坏事别人不知道。古人也有话讲嘛，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别以为人家不知道，你能瞒的那都是愚痴的人，比你差的人，比你好、比你境界高的，那所有的圣贤佛菩萨，你一个都瞒不了。所以就老实做人好啊，不要有对任何人有欺瞒的心，做人要真诚。不能有虚伪，因为是瞒不过人的。那么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他们的能力遍法界、虚空界，每一个角落他都非常清楚。为什么呢？这是自性的性德。因为十方法界一切的这个人事物全是自性变现的。那么这些菩萨们呢？他念念不离自性，
所以自性里所现的一切事、一切法，他都非常清楚。啊，他也没有远近这个距离啊，不是说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啊相差十万亿佛国土这么远的距离，好像看的就模糊点，没有。啊，娑婆世界也是自性现出来的。啊，他在这个自性当中当然能够对这个全体都非常清楚。他看西方，看这个东方啊，看十方都是一样的，就好像在目前一样啊，在自己眼前一样。那么这里讲的宿命天眼天耳，其实对修行人来讲啊，它是一个好的增上缘啊，所以佛啊，阿弥陀佛发这个愿，为什么他要这些众生都要具足这种能力呢？啊，本来像我们这些凡夫到西方不可能有这些能力啊，那阿弥陀佛也加持我们有这个能力，原因就是啊，他这个能力确实对我们修行有帮助啊，例如说宿命通啊。就是你知道你过去生中一切善恶因果，你懂得这个啊，非常有好处啊，你就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啊，你因果都明明白白嘛啊，你就不敢造恶事了。好，好比这经上讲的阿罗汉啊，他们证得阿罗汉果了，具足了宿命通啊，他们能回忆起自己过去生中啊曾经造过恶啊，杀盗淫妄造过这些恶，结果堕地狱，在地狱里面受煎熬的情形他全部回忆起来了。哎呀，他想到这个事儿啊，身上流的是血汗啊，不是一般普通的冷汗，血汗的啊，汗里头带血啊，这什么呢？心有余悸啊。啊，那阿罗汉的定力有多深呢？他们想到这过去世的这些地狱的情形都流血汗，你就想想地狱的那个情景多么可怕啊！那想到这些啊，哪还敢造恶业呢？啊，我们凡夫为什么还敢造恶业？因为过去的事儿都忘了，堕过地狱也忘了啊。所以贪图眼前的欲乐啊，就感造恶业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啊，这个宿命通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呢、啊、防范造恶业啊。那么第二个呢，是宿命通也能帮助我们呢、啊、哎，谦虚啊，不敢自高自大啊。即使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或者你现在就有往生把握了，你也不敢自高自大。为什么呢？那不是你自己呀、啊、过就是说过去修什么功德完成啊，那完全是靠阿弥陀佛的加批啊，他愿力的加持才令你能往生啊，你自己哪有这样的功德，哪有这样的这个能力去往生啊？所以这是阿弥陀佛的誓愿呐、啊！啊，那么阿弥陀佛往这个已经啊成佛十劫了啊，十劫之前的事情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也很清楚啊。阿弥陀佛如何在因地发愿啊，修行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为我们这些苦难众生创造成佛的增上缘，你这些事情都懂了啊，又看到自己罪过很多啊，功德很稀少，竟然还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里来，真的感恩阿弥陀佛啊，惭愧心生啊，啊，报恩心切啊，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那真的要报佛恩啊，佛恩好大呀！啊，真正生生世世的护念我们，
啊，才有我们今天，啊，你这宿命通了，你都知道，啊，所以你自然就会啊，非常精进努力的协助阿弥陀佛普度众生。那么天眼天耳也是这样，啊，这个你能看到很多的这些事情，自然你就啊，哎，不敢去造恶业，啊。那么这个经上啊，龙树菩萨曾经讲过，啊，小声闻就是阿罗汉，啊，能力不是很强的。他能看一千个世界，他们天眼通啊，很不得了，一千个世界，这一个世界是指一个银河系，啊，一千个银河系都能看到。啊，如果是大声闻呢，就更多了，啊，这个有的大声闻，他能看三千大千世界，啊，那圆觉又比声闻更高，啊。如果是大圆觉，他不用入定，他就在眼前就看到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些能力啊都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们的能力比起西方的极乐世界的菩萨来讲啊，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啊，极乐世界是洞视十方，无所不见，不光是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一千乘上一千再乘一千，三个一千相乘，叫三千世界啊。这个三千呢，就是指一个大千，啊，大千世界，也就是啊十亿个银河系这么大的这个范围，啊。但是这个能力啊，相比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呢，能力就小了。啊，这些菩萨们他们所见的世界是十方一切诸佛国土啊，啊，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啊。那么还有呢，天眼通和天耳通也能帮助菩萨们看到这些世界里面的苦难众生啊，尤其是啊有三恶道的世界啊，有地狱，有恶鬼，有畜生，他们真的是很苦啊！菩萨看到这种情形啊，立刻就生大慈悲心啊，要发心帮助他们啊。这个菩提心发起来了，就不敢懈怠啊。我自己啊也是很惭愧啊，修行也常常懈怠。那为什么会懈怠呢？啊，就是自己呀，忘记了众生的苦难啊，众生很苦，你看就看我们人道嘛，也有很多很苦，这个苦啊啊，它是精神上的苦，比肉体上的苦更苦，不论你富贵贫贱啊，这苦都是一样的，可能那富贵人的苦比那贫贱人更苦啊。你比如说贫贱的人呢，什么都没有啊，他们也就没啥好忧虑了啊。你要是有房产啊，有存款啊，你在那想，哎呀，我这房产呢，这个怎么能够啊，哎，这个去经营啊，就是租好呢，还是这个什么时候房市高了我卖好呢？啊，这个存款呢很多，你想想我投资到哪一个那个证券呢，还是股票呢？啊，还是外汇呢？你想这些。啊，一天到晚了，想到都睡不着觉，啊，晚上很多，你看那些富贵人家，啊，都得吃安眠药睡觉，嗯，你看我就觉得他们挺苦的。你看我是啊，这个啊，自从啊这个出家以来了，啊，出家之前就是这样，没有任何银行存款，啊，没有这名下没有任何财产，啊，什么房产了都没有了。以前有了全都给清理掉了，布施掉了啊，现在是啊，真是一个贫僧了啊。什么都没有就没什么可忧虑的了啊，你有你才忧啊，
你没有，你有什么好用的？就天天啊，基本上呢，脑袋一沾枕头，5分钟之内一定睡着。啊，你看他们那些有很多很多财产的，那个他不如我快乐吧？啊，所以呀，这个无量寿经讲有无同忧啊，我先发现了，那有的比那无的还忧。原因在哪里呢？不明了事实真相，啊，不知道你那身外物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为那些忧何苦来呀？你说能带得走吗？还值得给他忧虑一下？带不走的，你还忧虑什么呢？啊，为什么不放下呢？啊，干嘛自己折磨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啊，我们要带的是能够带得走的。啊，什么带得走啊？你的功德带得走，啊，你所修习的福报带得走，啊，你的念佛这种戒定慧啊能带得走，你的愿啊菩提大愿能带得走，啊，这些我们能带得走的，努力去修。啊，那带不走的，赶紧放下，啊，多了都是累赘，啊，用它来去利益众生，不好。啊，把那带不走的转成带得走的，这才是聪明人尤其是现在灾难这么多，啊，你那些财产能保多久都不一定啊！你看这311大地震，我们看到瞬息之间啊，那些生命财产啊都被海啸给吞没了啊！那个光盘我们都看到，这个311从卫星上拍下来的。那个海啸啊，淹没的地区那种场景，啊，师父老人家劝我们呢，每一天都要看，啊，每天看呢就是觉悟啊，知道那些都带不走，赶紧放下，啊，那么这是讲到啊，天眼、天耳啊，好，我们继续看下面一条愿啊，我们一起合掌恭念。下面的第九愿，预备起，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通。若不悉之，亦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好，谢谢大家。这是讲第九愿呢，他心通愿。那么这个愿文呢，文字上都不难懂啊，大意就是讲啊，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知道呢，无量无边呐佛刹众生，他的心想啊，心里想什么都知道。那么，为什么佛要发这个愿呢？让我们都具足他心通愿呢？啊，因为呀，当我们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的时候啊，就对他的情形就很了解了，是吧？这个《孙子兵法》也讲嘛，啊，知己知彼呀，百战不殆啊。你知道对方，把对方的情况都很了解。那你要对治他呀，就很容易了，那他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了，他都瞒不过你了。那你看，你要度他不是很容易吗？啊，这释迦牟尼佛当年为什么度众生那么殊胜？你看，我们从经典里看到，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一讲经，每一场听经下来，都有很多的这些听众弟子们都有开悟了。啊，正果了，啊，一坐经就搞定了。为什么这么殊胜啊？哎，佛有他心通愿，那这你心里想什么，他知道。啊，跟你的宿命，你过去生中怎么个修行？啊，你学什么法门？啊，你有哪一方面的善根？他了解，就给你一点，你就通了。啊，所以啊，度众生方便。
不像我就感觉到就是很难，是吧？你看讲经嘛，讲很久很久，好像很少见到有开悟的 正果的更难找了。为什么呢？我没有他心通愿，我没有宿命通愿啊，所以讲了半天，人家都未必啊听得懂啊，或者呢听了也就是白听啊，这就没办法啊，不像佛度众生那么殊胜。所以我们想弘法利生啊，也要赶紧到西方。到了西方啊，你具足这种神通啊，你再下来，那就不一样了。当然啊，这个我们虽然自己没有神通，我们师父常常啊，叮嘱我们说，你要讲经弘法，要用至诚感通。你自己没有通的能力啊，你用你的至诚心求佛加持，上得台来，你的身就不是你自己的了，这个身体就等于给阿弥陀佛用了，阿弥陀佛借你的身讲他希望讲的东西了，这样感通。求这种感通。它的条件就是你要把自我放下，你不要想自己了，我这个身心全交给阿弥陀佛，这个身体是阿弥陀佛度众生的工具，你就拿它，该怎么用就怎么用，要有这个念头，全身心奉献出来，我们这个身心都不要，都交托给阿弥陀佛。自己就是想往生，那你有这种心态，登台说法呀，这个加持力真的很强。我自己往往有体会，这师父老人家过去也曾经讲好多次，说你这个事先准备的讲稿，你可能上了台都不用，看到大家这个眼神，看到大家的这个那个。那种相貌，你就知道该想什么，完全跟这个都不同了，因为什么呢？原来准备的是你自己想要讲的，那不一定契机，上台讲的，那一看底下的这些根基啊，你就知道要讲什么，那是契机，所以大家听了就很欢喜，他很受用，为什么他受用啊？觉得你讲的正是对我讲的。这我们听师父的上人讲经啊，往往就有这种感受，尤其是在现场听啊，他的感受特别明显。哎呀，师父讲的不就是讲我吗？每个人下台都说哦，是师父讲我，他就是什么？这是师父老人家至诚感动，所以台上讲的那个人就不是普通人了，那就是佛菩萨讲，那么求这种感通，必须把自己自私自利放下，把名闻利养放下，把五欲六尘放下，把贪嗔痴慢放下，一切都放下了，你这个感通就出来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众生啊，这些菩萨们啊，心地清净所以自性本有的德能啊，全都出现了。这心里呀，这众生的心想，他全知道，所以他度化众生啊，随意自在，只要跟众生有缘，他就能够有本事来度众生。那么也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呀，那才能够担任呢众生的这个导师否则，那你自己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能力，你自己都未必能够摸清楚方向，你怎么去引导众生？所以经上讲，为诸众生就是做大导师。这个极乐世界的每一位菩萨都有这个能力。好，这是讲他心通愿。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十和第十一愿，我们一起念啊。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以一念请，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寻历，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好，谢谢。这是讲第十愿神足通愿，和第十一愿呢遍供诸佛愿。那么这两愿呢，其实这个神足通愿呢，属于前面这个神通能力这方面的啊。这遍供诸佛愿呢，是讲菩萨们日常的生活。但是这两愿合在一起就更简洁啊，这是为了文字上简洁。那么神足通也叫神足智通啊，也叫做如意通啊、身通等等。这种通在大智度论上面呢给我们讲了，它有三种，一个是能道啊，那么能道呢，它就包括呢，你能飞行，啊，能够啊，这个以远令近呢，或者把远就拉到近处，或者近处拉到远处，啊，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你现在想去美国，啊，日本在这边。啊，东半球，美国呢在西半球。现在你想到美国不用坐飞机，你要有神通的话，一念之间你就到。啊，这就是能到。啊，你把遥远的距离也缩短了。这个两万公里一下就变成就近在咫尺了。啊，你有这些能力。啊，还有呢，就是包括呢，此处没彼处出。你的身体很随意的，这个一下子到美国，一下子来日本，或者两个地方同时出现，在这个《神僧传》里面呢，就记载有一位高僧，他就有这个神足通，他是印度的高僧来中国传法，度化很多人，法缘也很殊胜。结果呢，他要走的时候他要回印度了。那么大家呢对他念念不舍。这些信众都要请这位高僧去家里吃饭。那个大师呢他都点头同意了。好了，到了晚上呢这个每一个人呢他家里都请到这位高僧。同时到500家去吃饭。第二天早上呢，大家为这大师送行每个人都说，哎呀，大师对我特别慈悲呀。你看他到我家吃饭。那个人说，不是，他到我家吃饭的。结果大家一问的时候，每个家里都有。那高僧已经走了，大家一对，哎呦，这高僧了不得，他能够在同时在500家显现。这神足通。满足大家的需求。我看到这个也挺羡慕的，你看请我的人现在也越来越多了，我呢，这个我呢就是也很希望都能满足大家的这个愿望哈，这个但是自己很惭愧没有这个神足通，如果我呢也像他这样你请我我也来他请我我也去，这个哪个地方请我讲经，我可以同时视线在每个地方讲经，哇，那个度众生真是自在了所以现在没这个能力呢，大家也别见怪有时候也别这个你要理解我，我现在呢以学习为主
啊，等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我一定回来，每一个人请我，我一定去。所以啊，神足通啊，啊，这是度众生的方便啊。不过呢，现在呢，啊，我们师父老人家你看很有智慧，他呢用这个远程教学的工具啊，近似于神足通啊。啊，你看，很多同学想见老法师，嗯，把电视机打开啊，光盘一放上，你老法师就在你面前了，啊，你就可以听经闻法了。啊，这老法师不是等于现无量无边身吗？啊，就到你家里去给你讲吧。哎，那现在网络也很方便，哎，还有这个卫星，哎，所以能够把师父的化身送到你家里来。哎，所以我们听经闻法，啊，这个不管是听师父这个肉身讲，还是听了光盘的那个化身讲啊，都是要用至诚恭敬的心。你就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千万不要有分别，啊，觉得啊，我听光盘好像没有听那个肉身的那个假的这么殊胜，你这是你自己分别执着，啊，所以啊，只要有十足的诚敬啊，你听经闻法、听光盘啊是一样的。那么神足通刚才讲的是第一条啊，是能道。第二呢是转变，啊，就是它能变化，啊，大的能变小，小的能变大，一能变成多，多能变成一，啊，就你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啊，这个很难得，啊，我们看到《了凡四训》里面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啊，说这个当时啊这个吕祖，啊。他学习点睛术，啊，这个他老师跟他讲说，你学了点睛术啊，能点铁成金，啊，点了金之后啊，你就拿这个黄金可以救济众生，哎，教你这个，啊，结果吕祖就问呢，啊，那我点了这些金，到时候会不会呀，将来变成铁，啊，还原了怎么办？啊，老师告诉他，嗯。将来五百年后还会变成铁，啊，那吕祖说，那我不学了，为什么呢？我现在点成金了，五百年后他拿了金变成铁了，那不等于害了五百年后的人吗？啊，他不学，啊，老师就很赞叹他，说你呀，啊，这种这个善心呐，啊，考虑到五百世之后的人，你啊，这个提升很大了，说。学道啊，要成仙呐，啊，须修三千件善事啊，你这一念就超越了，啊，那你看看道家他们也讲究这种啊变化，啊，用这种神通啊不是为自己的，啊，完全是为众生，啊，这点非常重要。如果有了一点神通，你就自私自利放不下，你想着有为自己的念头，那就很麻烦。啊，用这种神通来为自己啊去骗取一些名闻利养啊，那个罪业就造得大了。这属于道心呐，啊，《楞严经》这四种清净明慧里啊，讲这个道心要是不去除，纵然你修出三摩地啊，你有神通了，你将来也会变成这个啊妖魔鬼怪。你就在这个世间会欺骗一些众生，啊，所以不可以有这种道心，名闻利养通通放下，啊，你不放下，将来害自己，这些造这种罪业，多半都是得到地狱去。嗯，那么你看道家他也讲这个神通，用它来帮助众生，那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你用这些神通变化可以能利益众生，但是它比道家是殊胜太多了，啊，道家你看点铁的五百年而已，啊，只能够成金五百年，啊，五百年它还原了，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点了铁了，成了金，永远是金，他绝对不会还原的，啊，绝对不会说在利益众生上有丝毫欠缺，这个神通是圆满的，啊，所以呢，这是如意神足啊，是如意通，啊，第三呢是讲圣如意，啊，圣如意啊就是讲。在六尘之中，色声香味触啊，这个接触当中，那么那些不可爱的、不清净的东西，你能让它变得可爱和清净啊，这是它能够转化啊，这是圣如意啊。好比说，释迦牟尼佛就常常做这样的示现，哎，他去乞讨啊。啊，这佛当年是乞食的，啊，讨来的这些饭菜，可能已经是变味儿了，啊，不能吃了。我们讲这不卫生啊，哎，但是呢，佛照吃，啊，把那些很难吃的东西放到嘴里，全变成了美味，啊，上等的甘露，哎，佛有这样的能力，啊，所以他吃什么都不妨碍。啊，我们不行啊！我们看到那些不，这个啊，过了期的啊，或有细菌的，那不能吃啊！啊，吃了我们就拉肚子呀，是吧？就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但是呢，这种能力呢，我们虽然说没有，但是可以近似的把它发这个开发一点。怎么开发？用你的良善的意念。那好比你在吃饭的前，你先合掌啊。这个恭敬的念十声佛号，啊，向阿弥陀佛啊，用他的啊这个清净光啊照耀这个食品，啊，把这食品也变成上等的美味甘露，啊，我吃了之后啊，能够断烦恼，啊，能够这个啊消业障，啊，然后你去吃，你看用这种良善的意念呢，它能转化。现在科学也证明了，就在我们东京啊，江本胜博士，啊，我跟师父老人家还去过他那个办公室，去过两次，啊，哎，就看到他是做水结晶的试验，嗯，他就发现呢，人的念力啊、念头啊，能改变水的结晶那个结构，啊，如果我们升起善念，啊，用感恩的心，用爱心对那个水。哎，那个水在显微镜下面呢观察，那个结晶非常美，啊，照片也都照出来了，啊，假如我们用不好的念头，啊，比如说讨厌你，啊，我恨你，啊，这种恶念相加，那个水，那结晶就很丑，啊，很难看。那同样的水，那结晶的结构不一样，那就是因为我们念头对它的作用不同。啊，所以我们吃饭也好，这个平常喝水什么的，都要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是最美的、最善，哎，那就会把这些食品呐、啊、都变成上等美味了，啊，那对你健康决定有好处，啊，不仅对水、对食品要这样，对一切人都是这样。啊，其实人的感应是更明显了。那水都能够变化，人哪能不变化呢？是吧？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对我们呢沉着脸，啊，他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对他呢非常恭敬，啊，微笑，啊，微笑是发自真诚的，啊，不要皮笑肉不笑，啊，你要很真诚的对他，用爱心对他，啊，那么其实他那个。气场就能够改变，那真的这个试验非常灵的，啊，一定要这个永远对一切人用爱心、用善心、善意，啊，让爱心遍法界，善意满人间，那我们周围的一切境界环境啊，都是最好的，啊，这等于近似的在啊落实极乐世界，在我们的身旁，啊。那其实道理都是一样，那就是念力的力作用，啊，现在西方科学家也都啊证实了念力的
这个效果啊，念力是有能量的，你念头一起来，它就有作用，就有能量啊，它就能够啊对物质发生改变啊。所以科学家提出一个以心构控物啊这样的理念啊，心是能够控制物质啊。那我们希望啊这个地球化解灾难啊，怎么做呢？就是要用自己最良善的意念为这个世界祈祷啊。那我们用念阿弥陀佛啊，所以大家在这里七天就是培养自己最良善的意念啊。那你不仅身体会好啊，你的这个医报环境，比如说家庭啊，你的社区啊等等啊，你都会非常好啊。而且我们这个整合起来的这种念力可以啊化解灾难啊。那么要化解这个世界的灾难，科学家有一个公式啊，就1%的平方根啊，这70亿人口1%再开一个平方根，大概8000人如果在一起啊，大家用这种意念去啊改造这个世界来化解灾难，是可以办得到啊。那我们这里假如有100人，我们用共同的念力啊，至少可以化解100万人口的地区的灾难啊。啊，所以不能小看我们的力量啊。那这里是讲啊神族同愿啊，这个那么底下的这个遍供诸佛愿呢，也就是讲它能够啊在一念之间呢啊超越和到达1000万亿佛刹啊，就是无量无边的佛刹可以周遍巡历，都能够遍游国土啊，去供养那里的诸佛如来啊。遍供诸佛如来当然能够听经闻法，能够使自己啊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个极乐世界这些是啊菩萨们呢这个日常的活动啊，天天都是这么做的啊。所以这个喜欢旅游的人呢最好不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的旅游的范围啊啊不是地球啊，是十方诸佛国土啊。而且你不用买机票啊，你这个不用护照不用签证啊，说去就去啊，太殊胜了。好，那么今天啊上午这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有讲的不妥之处请诸位法师大德啊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